就一直想要问他说，你知道台湾最有名的一条路是什么路吗？好，什么路什么路？我们真的没听过。王子史上朝歪脸放，推虚边拍十八禁。日本知名摄影师全川石化在台办朝南群像展，王子秋生一透露，一度忍不住显六十岁了事。我就一直想要问他说，你知道台湾最有名的一条路是什么路吗？我要老撩妹了吗？你撩全川石？好，什么路什么路？我们真的没听过。爱死的路，爱死的路。不是说好的风招吗？我没有对他讲，我没有对他讲，我只是就是自己讲。我还好，刚刚没有人 cue 我。我以为最有名的是中山北路，就蛮长的。因为平常私底下会看一些影片学日文吗？有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看很多日剧，很多人的。啊？什么？看错日剧。不知道啊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啦！白石妈妈，你真的不懂。你讲是有名的 A B 女优，他们很有名，好不好？他是想要讲 A B 女优啦。我知道有一个，叶诺。什么？我看 A B 你想看的。他都会说，嘘，嘘，什么？你要包100太方便了。如果真的出，好了，友情赞助100张。这什么承诺？哇，不买还送不掉。我小时候有看那个A 片，三维频道。